报道9月8日奇幻喜剧电影《超时空同居》在上海举办开机仪式，由当红实力派演员雷佳音、佟丽娅主演。影片《超时空同居》别出心裁地使用超时空概念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超时空宇宙世界观。与传统的奇幻喜剧类型不同，影片让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同居，新奇有趣又极具冲突性，而难以预测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联系更使整个故事充满了阴错阳差，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爆笑故事。这一错综复杂的超时空宇宙框架下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如何，令人倍感期待。我真的是我从来不看电视剧的，我追那个《我的前半生》，我看这雷佳音的戏，天哪，这孩子演戏精已经成这样了，真的成戏精了啊！就是很多内心戏很